热血制造最强频道 passiontimes.hk。呢个系我跳咗嘅。大家好，我系广大嘅冯景恩，今日嚟到呢度咧。今日咧嚟到呢度咧，系要支持啊四眼哥哥郑锦满，今日咧佢嘅办事处开张，我哋再一次俾掌声恭贺佢，好嘛？好。好啦，咁今日咧。四眼哥哥請我嚟啦，咁佢又話同可唔可以講兩句嘢？我又話講兩句嘅啫喎，因為如果你咧講嗰啲全民制憲啊、社會契約論啊、咩 tacit consent 啊、original contract 咧，咁一嚟咧首先未讀曬啦，第二嚟咧就係咁啊講興趣都得嘅，咁所以今日就唔打算講呢啲啦。咁我今日咧最主要就係想講兩點啦。咁第一點咧就係、是、啲人問即係點解要支持四眼哥哥或者支持？本土派的年輕的朋友仔出來參選，其實他們面對的處境其實就跟我們年輕人這一代面對的處境是一樣，就是只有眼前路沒有身後身，他只是可以繼續向前行，希望是可以去撼動或者嘗試去尋找一些方向和尋找一些機會。那我們作為大家都是身同感受的年輕朋友，那沒理由呢是不支持一些行得比我們前的朋友的，咁希望咧，大家係可以咧支持咧，即係鄭錦滿咁樣。咁第二樣嘢咧就係、是，好短嘅呢樣嘢就係、是，今日佢即係鄭錦滿嘅辦事處開張啦。咁我希望可以送十二個字咧，就俾鄭錦滿嘅，就係、是、玩狂難於既倒，扶大廈之將傾。希望咧佢可以繼續努力，嚟緊咧喺呢條路上咧係繼續加油。多謝各位。